苏式的味道。 给我寄的粉干，放到屋头好久了，都没拿去吃。今天落雨天，没去买菜哈，回去炒个粉干来吃哈。走，我们两个吃一把就可以了，给它冷热水泡一下。你哪个朋友给你寄两个粉干？蛮的蛮的的。你以前我在福州打工啊，认到的一个小姐姐，多好的。介绍认识一下噻。 好了，把肉腌起，放点点盐，放点胡椒粉儿，点点的老抽、生抽、淀粉哈。好，等它腌到那点，我们去把粉儿煮起哈，在锅里面煮个一两分钟，给它捞到凉水里面泡一下哈。 又烧热了，把肉倒进去，给它划散哈。豆瓣酱来一勺，香辣酱来一勺啊。放一点蒜儿，给它炒香。把配菜倒进去，炒起。 粉干倒进去，给它和两下，放点点生抽，来一点蚝油，好，给它和两下哈。最后撒点葱碎，好了，出锅。哎呦，炒粉干哈，哎呦，好长哦，好长哦，好长哦。 哇，好长哦！有那么多了嘛，哈。好，够了，够了。来开始整哈，好久都没吃这个粉干了哦。熟悉的味道。 我想起以前在福州打工的时候，每天就是那个3块钱一份儿，舍不得吃其他的。贵啊！嗯。然后还可以煮汤，啊。干拌。嗯，拌起也可以，炒起也可以。 没得了，煮完了。哇，巴适！哇，安逸！刚刚去马路边买了5角钱的豆芽，非去把冰箱头的牛肉拿出来煮个水煮牛肉来吃哈。走走走走，切那个牛肉一定要反起那个纹路来切，切起它那个吃起才不得老等哈儿煮起。好，切好了，给它腌起哈。 放点点盐，胡椒粉儿，加点小苏打，加点水哈，这样子给它拍打，水给它拍打进去，等会儿煮起才会嫩。水拍进去之后，放个鸡蛋清儿，再来点淀粉，给它锁住水分。这个牛肉等会儿吃起非常的嫩。那个煮水牛肉都快完成了。是的。好。
牛肉都腌起了，现在开始炒料哈。葱姜蒜儿爆香啊，加点豆瓣酱，来上一块火锅底料哈，给它炒出红油来。再来两颗干辣椒、干花椒，给它爆香。爆香之后加水，摊开了把配菜丢进去哈。好，现在把牛肉丢进去，牛肉稍微煮一下，再给它捞出来，这样吃起才嫩啊。撒一点点辣椒面在高头，蒜末、芝麻、葱汁，哇，安逸！我来上一盒嘞，好嫩哦，吃的停不下来，我要。泡饭，泡饭，你莫光盯着肉吃，肉吃完了，那碗饭还没动。哇，牛肉太好吃了。这道菜好下饭哦！下饭你倒是泡饭呐，你莫盯着菜吃噻。要得。那个牛肉是要比猪肉好吃些啊，贵都贵些啊，肯定是。那贵有道理的。行。这小了真的。还小。要小。那种大片片吃吃才舒服。昨天这就扔去。吃下去了，脱个衣服。你都快吃完了吗？那个架势，看巧黑人了。你都快吃完了。脱把衣服来吃。你莫那么黑人嘞。热呀，要吃起真的热呀。你还是要给我留点点牛肉。中中。那个架势主要是看到我有点怕。那个网友伙计，我们两个吃出了相依为命的感觉。天天真吃的是吧？在真吃的以前，在真吃的。主要是看你个脱衣服脱起点吓人。我这脱下衣服好顺畅啊，是不是？可以。白费。